别过了，哎，这球弹往前给，又上篮，摆脱了防守。对，这也是海神非常喜欢的一个节奏哦，所以他们带过来。龙茂假动作骗开的防守，控制一下节奏，中间自己来，这是一个传球。哦，今天龙茂打得很硬哎。对，而且他不畏惧的人也应该想办法去加入到这个得分的行列，这样子猎鹰队才能够重新回。哇，龙茂顶着德古拉的干扰，硬是把这颗三分投进了。是他有别归下去了。给中间库萨斯，哦，这球给的漂亮。龙茂转身，再一个假晃，篮下再一起把球拨进。上半场胡龙茂攻下，他们现在一个低得分的一个状况。龙茂 step back 外线三分球，哇，来了一记 rainbow shot。如果龙茂昨天的状况有 low post， 库萨斯给中间背后传球，胡龙茂，啊，这应该是会被剪入今天的 highlight 啊！这球传得非常潇洒，来自阿雅的背后传球，龙茂投进了三分。对，在海神队今天的三分命中率这么高哦，艾维坎三分投偏了，可惜了。Brickman， 哎，这边没有人看守龙茂。哇，结果猎鹰队在退防上完全漏，球带送到低位，龙茂要硬打，靠上去左手的勾射得分，这球传太高了，好球，一箭穿心，龙茂拿回来之后篮下再勾插板球进，哇 Brickman 这个传 Brickman 完全不着急，对，节奏掌握得非常好哦， mismatch，而且塞，哇，好球！哦，给 goaltending，